帮秘制小汉堡皮肤、哦、这个皮肤不光实惠还管饱，现在我要快点了，冲冲冲冲冲冲、哎、这个木板要赶紧把它压下去，周念我现在是第一名、哎、来两个弹簧，漂亮，比赛才开始我就把它们甩得远远的，不愧是老帮秘制小汉堡皮肤呀、哎、前面有堵积木，我要把它撞开，哎，这个皮肤怎么有点慢了，哎呀他们追上来了，我不能放松，这边有个加速，周念再来，哎，不要撞到这边，不要撞啊，很好，哦，那个人好快啊，你们以为我就追不上他了吗？不可能，哎，他虽然撞那个积木撞得很凶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追上他了，周念，哎，他是掉到那个河里面去就好了，哎，差一点就真的掉了，现在我已经超越他了，继续走，哎呀，怎么是误了呢？哎呀，爬快点，爬快点，爬快点！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这个路怎么都是坑啊？来个长下坡就完美了，漂亮，冲！哇呀，又来个头坡，你这不是耍我的吗？哎呦，前面有两个弹簧，哎，这就非常好了，直接把我弹飞这么高，这里是长下坡了，来把喷射就完美了。我的天，看来了十块，哟，前面有弹簧，继续走耶！哇，这一关有六个弹簧，简直确实太爽了，嘿嘿，爬这个木板我最厉害，因为我吃了老爸秘制小汉堡，嘿嘿，走，哎呦，前面又来两堵积木，直接撞开它，继续走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才到终点呢？第一名我有点害怕呀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嗯，那些对手应该就在我的后面，继续走，不要失误，要是这里失误就完了，走走走走，他们就在我的屁股后面呢，终点就在前面了，我走我走我走走，哈哈，第一名是我的了，一日三餐没烦恼，今天就是老爸秘制。